爱马仕马车边扣环，人字拖玩出新高度。平凡无奇的设计，加上最高等级的皮革，会激荡出怎样的火花呢？爱马仕终归没让人失望。日前巴黎鞋履发表会上，一双皮革人字拖再度凸显品牌顽皮实力。设计师 Pierre Hardy 主导的2019春夏鞋款，用最简洁的设计，让皮革流露原始迷人样貌。中性的乐福鞋款是品牌近几季的大热门，熟悉的马车 logo 也成了鞋款上的金属装饰。时下正夯的运动鞋款当然也没缺席。而因应季节设计的凉鞋款式也以多重样貌展现品牌低调却不凡的气质。时尚东新闻报道。